这样，咱们大中小名牌混战一次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来，开始了。不是混战吗？不可能。 你全故意out了。其实除了沙溢哥之外，我们真的是全都猜到了。他是真输啊！沙溢哥是真的输。你那是自取灭亡。我也是设计。你那纯自取灭亡。啦啦啦！谁out你？他们俩啊？他们俩在一对一，然后我就跟他们说：“我说我们来一场。” 3、2、1，开始！两个人直接一左一右吧，还没有走开。我到，我觉得。好惊喜啊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恭喜成为奔跑侠的候选人。 Thank you. 等一下，我不太相信你们现在。没了，真没了。出来，小黄、小绿。 这鹿晗 out 了吧？人来了！这个真的没有吗？我摸了半天。今天绝对证明。